dive right in. Follow my lead. I found a girl, beautiful and sweet. Well, I never knew you were the someone waiting for me. 新郎，你还记得吗？在2018年的时候，你期待着他没有来到新加坡你的新家，你非常失落。但在今天婚礼之上，他如约而至来到你的身边，跟你一起携手，共同谱写属于你们爱情的乐章。他终于出现了，是上天，是缘分，让你能够遇见他。所以，在这一刻里边。